花花小剧场，谁呀？请进吧。哎呀，原来是校长同志啊，这么快就从医院出来了。呼呼同学的妈妈，小姨妈，您二位好啊。妈爷还带个保镖，瞅您这架势，来者不善啊。咋啦，校长同志，您是打算单挑，还是准备群殴啊？不瞒您说，我们多擅长哦。误会了，这就是个工具保镖，冲冲门面而已了。今日我来是专程给您二位赔礼道歉的。行，看来昨天的打没白挨，您要早点开窍，就不用这么遭罪了。是是是，您说的是，昨晚我辗转反侧了一宿，感觉虎虎同学遭受校园霸凌，身为校长难辞其咎，这不特意准备了薄礼，还请二位笑纳。我说校长同志，几个意思啊？合着我们家虎虎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您打算就靠这么点意思把我们打发了吗？这也太不把我们熊熊当国宝了吧，哼哼。这么点东西塞牙缝都不够。哪里哪里，这只是开胃小菜了。神马玩意儿，别啰里啰嗦了，赶紧上主菜吧。好的好的，针对虎虎遭同学歧视这件事，我们学校董事会一致决定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。别净整些没用的，您就说赔多少钱完事吧。钱是必须要赔的，烦请您二位开个价先。我已经算好了，虎虎的物学费、医药费，外加精神损失费，哦对了，还有电费、水费、煤气费，我们一家三口的伙食费，小区物业管理费，医疗养老保险费。胡子妈，求求您别再算了，您就直接给个数吧。痛快点，一口价8000个W，怎么样啊，够意思吧？你还别嫌多，其实我们也不差钱，就是为了替我们家虎虎出口气。啥啥8000个W，您就是把我拆了也卖不了这么多钱啊。小叶子，关门关窗户，咱家猫咪开饭的时间到了，哈哈哈。校长同志，您自求多福吧。饶命饶命，我给我给还不行吗？熊熊必到账，8000万元整。前有熊后有猫，外加一只大老虎，叔叔校长我太难了。校长，我也要求涨工资，感觉当您的保镖太危险了，差一点就被当成午餐给炫了。